我是饰演王淑娟的丈夫，那是一个比较在自己幻想里面的艺术家啊，我是一个书法家。我跟你讲，查甫人哦是愈老愈成瘾啊。嗯，你家己都是一个老顽童。对，第一次在电视上合作，因为我也很怕他到底能不能适应这个演艺环境，好像好几次都是我接送他去拍戏，那剧组都问他说，郭哥，你今天有你的戏吗？我说没有，我是载人家来拍戏的。对啊，导演都说他比我还稳，你没什么好担心的。记得2023年6月29号起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8点，请准时收看大爱电视台《搜寻者》。